啊，过去吼，因全国广落来啦，大家拢想讲这是文化的首都吼，啊，较少去想着讲，其实农业伫台南市有哪是一个真重要的产业，啊，有哪真侪拍拼农民伫这个都市的生活。那这个修正呢，我感觉有几项意义啦吼，第一项意义就是讲，吼、哦，台湾知影，就是讲台南市伫农业的重要性。那第二项咧，就是讲，少年人用新的方法，进足吼，较有即个附加价值的农产品，其实收入卖得真多啊。咱拢从六到到即当今台南市的新农业政策，经过六年外拍拼，拢共有1040个左右，就45以下新加入的。那么即1000几个。新农业内底呢，今年收入超过100万呢，嘛140个左右，差不多十万斤啊，啊，这是一个新的开始，啊，我真希望讲吼，少年人搁较侪投入，啊，予咱这个新农业吼，会当安尼来完成，吼，啊，所以即摆咱行政院国发会有咧推动一个地方创生计划，啊，包括讲这个经济部伊有变脸色。协助地方政府，啊，伊会当来开平价的工业区。也是要进步嘛，变成省，啊，变讲迄个城镇之心，啊，你要改善这个环境，有哪点变化？啊，比如农委会头拄仔讲的对绿地补助，啊，这农业新农业的政策有哪符合在地创新这个政策的精神？就是欢迎少年人，地方背景的少年。会当转来故乡来发展，利用故乡的资源、故乡的特色，啊，你还阁运用中央政府的资源，哦，啊，来形成一个产业出来。啊，最后，感谢咱新农民恁的投入，无恁的投入，这个计划无可能成功，吼、哦。啊，甲恁说多谢，啊，另外会甲恁恭喜，吼、哦，恁的收入会当超过100万，啊，啊，阁祝福恁未来更加成功，啊，更加成功。哦，多谢大家，好，多谢。